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是那个，以乐以观不像爱微微？ 这个是他的宗旨。为什么提到他呢？其实他是一个我跟大王都还蛮喜欢的一个日本的鼓手。对。Dora Video。那这是他的作品。 他故意又把那个他的那个 logo 做得很像哆啦 A 梦，所以就有人家以为是说那个用他会打扮成哆啦 A 梦的样子来打鼓。对，我们姑且先不要讲人，就是说他在做音乐上面的态度，是我们是非常尊敬。 那这今天为什么会提到这两个人呢？是因为其实前一阵子他在他的 Twitter 上面发布说他要退休了。那据说是因为他的脊椎已经不太行了，就是因为他长期打鼓。对，他长期打鼓，他的腰椎很瘦。 这个是电子音乐界，数位音乐界最高的荣誉，电子音乐界最高的荣誉。它是在奥地利的里兹举办的，然后得奖者他会就是主办单位会那个送机票跟那个就是说机旅全包。那包括他还有像大有良音，还是沙奇哥 M， 就是比较做电音或者实验音乐，其实都跟那个组织在奥地利里面那个Arts Electronic的关系有关系。然后在大概三四年前吧，其实台湾就有找他来演出过。那我虽然那一场没有看到，可是他那时候来的时候，其实也是造成全包。对。有就是台跑去买他自己出的 DVD， 他总共出了5集 DVD， 然后封面都做的很像哆啦A梦。那他前一阵子隐退，可是 其实，在台湾不太有什么讨论。他所谓的隐退，只不过就是不打鼓而已。可是他有那个一乐一光，其实他还是会继续表演。那反而是艾薇薇。
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讲一类观跟艾薇薇呢？其实有一个连结，就是他们都是中年人，硬在几年要求。艾薇薇就是拿一台 iPad 在自拍。
去引导参观者，然后有时候就是会变成媒体宠儿。那艾薇薇的这种媒体的话题性，它往往是不只是艾薇薇，可能还有包括像那个开开 Kiki 的村上隆，他的话题性都比较多于艺术性。尤其之前像那个，之前就是有一个 Gay Side Taiwan， 他在那个哪里那个什么，就南京西路上 Zingaro 有没有那个？他们不是什么 Gay Side Taiwan， 然后他有一个比赛，不是说他得奖作品被指出抄袭。对啊。就是类似像这样，然后村上隆他就是有很多感慨，然后他说了一大堆的。本身一直就是帮他背书，他就抄袭啊，很那个，而且再加上说，还有一个艺术，就是说比较说擅长就是说操作议题，而且他得到那个会演成绝大支持的一个自称艺术家团体，一个叫秦鹏。然后他们现在在那个福华饭店后面的那个救灾艺术空间有一个展览。那他们在展览开始之前，他们也是有那个，他们也是有在台湾一些地方，他们有布展这样。而且这个他们之前有一个那个，就是说有一个开幕酒会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。那基本上他就是那种，我过去在那个有几次机会，我去东京啊，然后在涩谷有看到很多这种啊，还是在歌舞伎町那边看到很多这种牛郎，男的是牛啊，女的是那种就是比较不好讲，就是也不是不好讲，他就是表面上面来讲，他就是八大行其中的一种的。我上次好像有看到，听说在就是去某学校做之前他们在外面的，就是看出来应该做蛮多的，就是他们的穿着打扮也还蛮时尚，时尚超流的。就是有一个那个，他们就是外力重装一点，那个艾莉呀，艾莉。艾莉是因为他是富家千金，好，美术大学，然后美术大学，可是他就是有那种引起争议的那种科技艺术啊，结果就是变成说好像就是，好像变成说他就很难立足社会这样，他们就是比较有那种反社会的色彩。